我觉得是线的那个头没有用好，应该是吊不起来。那整个是往下的，头可能会掉。你就捞捞，你就当做你在煮虾汤。怎么样？有捞到鱼吗？看起来有点困难。我才跑走，因为掉在他哪里？这是一个很好问题。好像是屁股吧，但是他的那个，他掉尾巴，尾巴才可以起来。